老婆领起光太内屋这个沟村咯，村后这座山尖角山，就往个一百多家多没有。好在呢有这个有山庄水会，就是生个水灯，因此出名嘉陵村。嘉陵村历史悠久，有不少无咩古迹，极强有人知。到村后啊山尖角山，到高头啊有叶老村这个沿着山卡通样山后村个个山坡村，一同普岭老古社一样。这个唔多环境优美，就写满有条丰富个文化队伍，因其山清水秀，怪叫人村。落好粮食啊，去应该好在本人也骑到这个的土，就启动力足流放呢，表示一件伊人认为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现在到这个山中这山卡下啊，哈，无像一个叫做白凤出秀的照片。因为我也是零零零零啊，另外在这个高脚之后呢，我再骑只摩托车就过来找。何志荣咩事啊？诶，中落脚。老邓二日先村民的指引诶，终于找了，就到头在树林落下石头顶。这个照片呢，本文两部分。另外，叫白翁出小事个字，但是呢，网络可能，所以了解时间个得正呢，时间无全部定。那白翁出小个背后，明道崇正呢间普岭地固然高寿因所起个对联，叔叔平岭北落奥体人庆庙，我我高空醉游山花，白翁前。边头有落可能为连日光也话四个直烧，天食遮无迟，圣教庆口音，虚空通也破，小开直山应，找个松的话，能加抓脚筋，往左树的楼。白马白凤香，但是只个连接讲呢，时间伫个超大个人呢，也时间唔知啊。白凤出巢时个时呢，去扎到个团白乌，但是只个不就着起呢，是通个非常清楚个。我冇弄个正巢个。然后你咪有黄水个河流河流个咧，哎呵，佢个松到只个起咪是唔是落另外咧，我等来找人去。